为什么不能选择去慢跑？点选沙格并选择去慢跑，精力充沛的慢跑。哦，为什么还是这些啊？今天的持续为什么还是这些啊？演艺人员，哎呦，演艺人员有音乐家 ，OK。地下室的演艺人员，好，插上去慢跑了，脚踏车在那个不知道在冲哪小，那猫咪老师要去认识新的人，嗯，哪里有新的人可以认识？哎呦，这里有个老 Coco。哎呀，哎，干，捡不到他、啊，干他妈的暂停，干他跑出去了，他跑到地图外面去了，找不到他了。哎呦，这里又有一个人，我应该按下暂停就可以点到他了。友善介绍，有趣介绍啊，友善介绍 ，OK。脑汁跟佛瑞杰海杰佛瑞台不相似。他为什么减3块钱？这不是开放空间哦，你不要开玩笑、哦。这怎么会是开放空间？这只是他弄成透视的哦，不然你要怎么看到里面？工作早退。研究太空。工作早退。让他认真工作啊！那我要干嘛？我要去赚取小费啊！我要怎么在公共场合弹吉他、啊？我要怎么移动到别的地方去？哪里是别的地方？坐。我要怎么移动到别的地方去？那猫咪老师在干嘛？不，在这个地方也在玩，果然是个宅宅。真是开玩笑啊！点选电脑，他要玩多久啊？跳舞，他要跳舞就是跳舞。你说把吉他拿起来。放进随身清单，算了，我先练习好了。哎、欸，我吃到一半而已。我也想要跳舞了。干，我买的平板不算电脑吗？真的是，真的假的、啊？哦，有了，他已经玩好了。干，等一下，脚踏车在。你可以起床了吗？不，这个人就在他妈的在里面睡死。他要去麦克风讲话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个人跳舞的姿势跟我还蛮像的、啊，差不多蠢。他要讲笑话了。他是发生什么事？他头上的那个镜子蚊虫是什么？他跳够了没啊？跳够了没？比较 man 的方式。让他先去读本书，读点东西。脚踏车怎么还在工作啊？
拥抱某个人，观看表演。哎、欸，我去观看他表演。哈。他演多久啊？快一点好了，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哦，猫咪老师大中午的跑去洗澡。哎呦，擦缸的喜剧技能达到两等。他还要继续讲下去吗？他不累哦。好啦，让他继续讲。我去偷吃。哎，不对，这是我吃到一半的东西。猫咪老师工作要开始了。不要！不要了，你好烦啊！哎、欸，我要怎么那个啊？我要怎么把我身上的东西拿出来？随身清单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啊，我的吉他嘞？我的吉他嘞？哦，不是，看错了，是这个才是我。学生清单练习。OK， 脚踏车怎么还不回家啊？擦缸的工作是怎么去了？哎，不对，这是我的。擦缸现在不愉快，他要干嘛？向某人发泄。啊，给你发泄好不好？流露感情。猫咪老师去工作了，猫咪老师去工作了。他脚踏车怎么还不回家？要停下来，他才会开始，是不是？他刚怎么可以讲这么久啊？哎，我觉得我越弹越好嘞。哎呦，不错哦。哦，脚踏车也太臭了吧！脚踏车你好臭哦。脚踏车开始积灰尘了。脑汁可以把，糟糕，脏碗盘越叠越高，脑汁的速度跟不上。脑汁可以把洗碗机塞爆，或是把一些碗盘放的不洗，把洗碗机塞爆啊！快点去洗澡啊！你这个脏不拉几的家伙。他要淋浴才可以哦。走开啊你！擦缸要创作笑话，点选电脑。你干他电脑嘞啦！电脑被猫咪老师偷走了啦！哎他妈的，猫咪老师真的是开玩笑。他把那个电脑偷走了啦！他妈的！买一台最便宜的电脑好了。去写笑话，书写。哎，干嘛？他要干嘛？点选电脑练习。怎么不能写笑话？创作笑话哦。脚踏车干嘛？脚踏车不快。工作压力大要干嘛？淋浴啊，他淋浴好了。打电话给某个人，他有电话吗？
电话，他怎么打给某个人啊？辞职，规划社交活动，怎么打电话？点选电话聊天，哪里有聊天？刚刚没有聊天啊，浏览网路，算了，随便了。我要去拥抱某个人，赚小费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？我要怎么走？我要怎么出去啊？不是，我刚看沙冈玩，他可以走到别的地方去啊，就是走到不是这个储存，先储存一下，到时候忘记储存。他不是可以出去吗？为什么我都不能出去啊？好了，你谈够了没？先放入水深清单。说笑话，为什么麦克风只能说笑话？电话前往。前往的话嘞，刚刚是要前往哪里啊？哎呦哎呦，出去了出去了，隐藏青蛙中，桌上碗盘要收，健身房，这是哪里啊？为什么只有蓝色天鹅俱乐部图书馆？博物馆。去俱乐部外面，那玩到40分左右就收了，累了累了。刚为什么知道这么久啊？哎呦，蓝色天鹅。我要怎么弹琴？把这个随身清单放出来，演弹奏蓝调。哎呦，我会弹不一样的东西喽。马尾人，哎呦，变厉害了，变厉害了！哎呦，他给我钱，他给我钱，赞赞赞赞赞，赚钱了，赚钱了！猛！不能再演奏一下吗？挤出一些灵感。他有没有在弹啊？太雷了吧！我在冲他小。噔噔噔噔 ，Lyra， Moopsy， Panka， 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挤出一些灵感了，不弹一弹都没有人要听了。来这里，来这里，弹奏。我现在只会弹蓝调，哎，汉堡不见了。刚在这里弹，很多人在看，就突然没有人要看了。我需要拥抱某个人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，看一下。